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千峰公司中医药频道主持人张思龙。最近寒流来袭，天气冷叽叽，我们上一回有邀请到台中市中医药学会理事长来跟我们说要怎么照顾我们的身体，今天又特别邀请我们理事长来跟我们现场。来，理事长你好。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理事长，刚才看你在外面入来，也没看你穿那个很厚的外套，没穿棉袄，也没穿雪衣，哈哈哈哈，你不寒？没咧，我可能是有常常在吃补，不怕寒，这样有什么撇步要跟我们教一下？那没问题啦，今天我有准备四道的药膳，要来跟咱各位观众朋友，一些大家好朋友大家分享一下，咱重要就是讲吼，咱这个寒天吼，咱为什么寒天爱补嘞？寒天吼，拄啊，咱这咱前一年十二月节气，这个冬天来补上理想。第一就是讲吼，咱若热着食补，可能大家较热着无去啊，啊嘛真燥热嘿。你若讲这冬天吼，寒食，大家吼，伊身体会暖和，会较烧，你有讲脚手麻着，吼，所以讲咱若脚手会感觉讲，食了开眼骨拢烧起来。你若像讲这个实战大补剂吼，我建议讲大家吼，因为这一家伙啊吼，全一家伙大细拢会食哩。因为伊这食全台补剂，你若讲有法度讲吼，一礼拜安尼吼，连续啉几届啊吼。因为这中药的物件就是讲，你一定爱长期食吼，唔是讲啊食一届两届安尼对身体都有。对啦，压花嘛是爱定甲压，袂使互伊打去啊，无压就打去啊。同款吼。咱食这中药一定爱，咱看要一礼拜食几摆，是讲一个月食几摆吼，伊这个效果绝对会出来。你若讲今年较有补，你明年你会感觉会出来，吼，也是讲你一段时间你会感觉讲，你较袂惊寒，脚手较袂冷叽叽，啊，佫较有抵抗力，啊嘛较袂感冒，啊精神嘛较好。安尼咱就来看。理事长，甲咱传啥物撇步，互咱的身体更加健康。咱来看美食。这茶很香的。对啊，这我吃已经吃很多年了。就是说吃一下，就是说提几支起来。茶也要经好的茶喝。这当然啦。哎呦，如果桌上喝茶是八道关而已，我还穿到这澎湃。今天是圣诞节，所以穿一些药膳，利用这机会，大家来哪啉茶，哪食这药膳吼，那脚手尾冷叽叽是保证绝对有效的。这吼用酸麻吼，啊，都用韩国酸的。这个是今日无少重煮，哈哈哈。酸麻吼，然后甘蔗、青芋，是全正是全，因为这有些药材我拢甲摕掉的，因为较袂遐歹看呢。我这是老师啊，吼，安尼互恁看讲有这药啊，其实我普通我若咧用吼，我药材拢家练的了，有迄汤啊落去用吧呢吼，就看着较清爽。这个是黑枣，红枣。这黑枣，因为吼，红枣是较退心肺啦，啊，黑枣是较利肾啦，啊，所以那夏天吼，你若讲有这个黑枣是对目睭啦吼，算较利肾的啦，啊，红枣是较顾心脏的啦，看个人的吼身体身体的需要啦。黑枣入肾啦，入肾对对对，红色入心啦，对。这甘蔗嘛顾目睭啦，思龙，你食看嘛，这十全大补吼，这真正甲这伫外口食袂到的，这拢真本事了的，你甲食看嘛，这佫拢土鸡啊，这药啊吼。我要一个乌枣。乌枣啊，好。你内行的。哦。嘿啊，你拄则有教过，种哪只甘蔗啊？系啊。这无掺味素哦。无，完全拢无，无味素，嘛无盐，拢无。纯天然的，拢免掺味素，拢免。用咱的中药材，就使达到这样子的效果。我建议吼，用咱的韩国参吼，
韩国酸，啊，咱遐好，啊，今日要食食较好。哦，安尼。啊，其实吼，咱讲难得吼，咱若要补，要补充，要补吼，就是爱食较好诶，唔是食补爽诶。哦。啊，若有要食补，哎，食健康诶啦，对啦。你看，拢免掺味素粉，才好啉。种天然诶。嗯。咱拄则看到微视啊内底是全台播歌，你是毋是跟我同款吼？想讲是毋是同款要煮一个一碗安尼？潘公公的食全台埔粿，予厝的人食。俺特别吼去李处长遐吼，请李处长甲咱制作过程不保留吼，哎、欸，咱有甲录制起来。啊，咱即马紧来看这段要写。要来用食全台埔。嘿，就无即咱迄个鸡肉吼，咱上来传统吼，一般唔上基本的。嘿，一般吼，大部分拢是用传统甲水粉安尼味噻，安尼伊吼，算讲伊个臭臭味袂走。哦，咱即马就是还会在。咱就是爱用葱啊，吼，姜，嘿，然后酒，一点啊米酒，嘿，一点啊米酒，嗯，哦，嘿，去腥，嘿，去腥。然后吼，即等下水滚吼，咱鸡肉吼，来，咱即摆水滚啊吼，你有看吼？咱都只有放姜、葱啊、葱啊，嘿，酒啊，还佫一撮盐，一撮盐吼，一撮盐，嘿。哦。啊，咱只吼鸡肉用来穿汤吼。落去。嘿。啊，爱当时才会使好吃。无，即伊穿汤就滚一下就好啊。滚啊。基本上就是要互伊起腥味吼，啊，然后吼，佮水佮滚起来。嘿。水互伊。水滚啊！水滚啊！哈，来，咱即摆甲好起来哈，全部拢甲好起来，哎，好起来哈，哎，紧张哈，好起来。咱即摆经过来洗身温暖咯。哦，洗身温暖。哎，啊，即摆经嘿，冰镇一下。嘿，冰镇一下，安尼伊哦，伊这个肉才会缩起来。Q。哎，才会 Q 掉嘿。对。然后来。啊嘿，哎，葱啊，甲姜拢歪来吗？哎，拢歪。哎，拢歪。哎，拢爱提掉。提掉。咱即摆就是甲剩下肉起来咯，嘿。即嘛就是水吼，凉水你甲冲，你甲冲，嘿，你甲冲，垃圾袂洗掉，嘿，啊，即嘛清掉，嘿，哦，即嘛就是咱安尼，啊，是干那鸡肉安尼用吗？拢拢爱安尼用，拢爱安尼用，无论猪脚啦、虾啊，虾嘛爱，哦，对，啊，你诶，对，你四鲜汤嘛，同款安尼，诶，猪肠啊嘛是爱安尼，同款，这步骤拢差不多啦，哦，肉类诶啦，吼，嘿，伊最主要就是刺身味，而且吼，你安尼吼，肉吼。经过伊这个冰冰安尼吼，传统传统冰嘿，搁解安尼，伊就冰镇的，嘿嘿，啊，所以伊这真紧就好啊。哦，李处长，拄只我看迄位吼，集团大埔街，啊，这大位迄是差不多可能十人份食，啊，像阮家人较少啊吼，我若诶不爱煮遐济吼，啊，敢会使？哦，这是安尼啦，你看。哎，我今日传的是因为吼，想讲咱一寡工作人员吼，啊，甲吼算加传用几只咧传吼。啊，当然，你若讲厝少人的话吼，啊，你量唔免用啊尼济。你若讲像你少人来讲吼，来两支鸡腿，吼，啊，咱的药就减量吼。哦，啊，减量效果会减去无？是袂啦，因为吼，你即摆你算讲咱两少人。嗯，啊，你这个药啊，尽量无差啦。哦，嘿，迄是主要，咱药啊一定爱用好，爱用正药啊，吼，伊才有效果安尼啦。哦，嗯。啊，咱若煮起来，今仔食无了，啊，明仔载搁甲烫来食，安尼，会影响伊的效果无？效果是袂影响啦，吼。嗯。只是讲，你若讲咱的肉吼，炖过吼。诶，一定较，算讲你若隔天吼，迄肉质较口感较无好，嘿嘿，是安尼尔啦。啊，汤头是无差啦，精华拢伫内底啦，肉诶精华汤汁拢伫内底啊。对，我嘛建议讲吼，咱炖诶物件上好是上少两工食完，莫伤侪工，因为少侪工吼，诶，毕竟拢是无好啦，口味嘛会小可造变啦，拢会拢小怪会变去啦。嗯，安尼吼，咱是毋是爱来看？诶，咱爱安怎吼来选这个药材？咱来看一个历史啊。来，咱总共诶，来看这，就这。嗯。对。好，来，
这个是什么花？这是石碑。我来讲九蒸九九岁的是嘿。九蒸九晒。就是这个。就是这。这上好石碑。哦。石碑。哦，所以咱的汤做来。哦哦。对，哦哦。嘿嘿。哦。是是。嗯。好，啊，过来嘞，这个这项嘞。白尊的这个哈，啊，白尊啊，生做这个色，这白尊吼擦红土，哦，无，伊个擦红土有伊个作用，伊个对脾胃吼，它是脾胃，哦，是脾胃，嘿嘿嘿，好，来，哦啊啊，过来看这，这这是，人参啦，讲来讲高丽参啦，嘿，高丽，嘿，高丽参嘿，好，啊，这是补血，补血，啊，这是，嘿。这是什么参？这是韩国参，不是，这是人参，就是人讲啊，讲高丽参，人参嘿。你得讲分工，那是另外，那是西洋参。哦哦哦，咱这是人参，嘿，对对对，落这种人参就会噻。嘿，好，啊，过来看这红红，红这大家拢知啊，这甘杞，嘿，甘杞这嘛过目睭的。哦，过目睭，好，这。甜甜哦，嘿，甜甜，这做光安食嘛，嘿，蜜饯食，对，这咱食一羹，我若食一暝吼，目睭保证，保证目睭也真金，画手机都没问题啦。来，啊，这里红枣，红枣，这红枣有分哦，这是上好的红枣，嘿，这款红枣吼，甲一般红枣无共款，这款的，这款的红枣吼是较好的红枣吼。诶，伊讲讲叫鸡心枣啦，鸡心枣，诶，大粒枣，嘿，大枣，嘿，哦，伊这一斤吼，伊这红枣几啊种，这是上好红枣，哦，来，我有个红枣吼，一煮个酸酸，那这个很甜，嘿，啊，过来，来，啊，过来，这里，诶，乌枣，嘿，乌枣，嘿，乌枣就新，嘿，过目睭嘛是过目睭诶，新，过目睭，嘿，吼，嘿嘿，这嘛是同款诶，这三项拢会使。起来做蜜饯，食起做。是是是，吼，这红枣吼，你讲啊，你讲你若一天讲食几粒枣，讲就无烦恼啦。哦，食几粒枣无烦恼。食五粒枣。十粒，五粒。唔知啊，别记啊。多多益善啦。系啦。无掺染色剂的啦。系啦，这拢纯天然，这拢做绝对天然的。嘿嘿嘿。过来，看这。川芎。这花花这是啥？川芎，这果呐。嘿，过脑，过脑，啊，若头壳疼，敢会使？会使嘞，咱的川芎地疗散，哇，都是有川芎为主，嘿，对，川芎，嘿，所以头壳疼，嘿，这川芎用着这，对，嘿，啊，咱这落咧吃，伊有过脑的功效，毛过脑啦，过脑的功效，哈，好，来，咱看这，这是啥物？这是甘草蜜的，这蜜桂啊，嘿，蜜的甘草，用啥物蜜？用上好的龙井花蜜。哦，龙眼蜂蜜那一笔嘞，吼，啊是安怎爱甲蜜安尼？伊是安尼吼，咱若炖补吼，伊是安尼算经过蜜桂吼，伊较温和，嘿，哦，伊较温和，啊无你一般用个甘草吼，伊较比较滑，嘿，讲咱讲个这就是伊，咱若炖补一定拢爱蜜桂，拢爱蜜桂，嘿，蜜桂安尼，蜜桂，嘿，迄个蜜桂，嘿，好，啊过来这白色这个，这就是茯苓，这白茯苓你看。这嘛是特级的茯苓，特级的茯苓，这拢对比真好。安怎讲特级呢？是因为高，高，搁大片，搁大片，吼，嘿，啊，这像咱，有无菜市啊咧卖迄白白迄茯苓糕，敢是这？嗯，是这在做的，应该是吧？是吼，哦，嘿啊，所以讲，茯苓是顾脾胃，顾脾胃，就是囡仔食真好。哦，所以做迄茯苓糕，安尼做起来就是也是顾脾胃咯，吼。来，安尼看这。啊，这白汁。这白汁哈。这白汁。啊，系啊，那甲拄只迄白汁，啊，拢讲白，啊，那拢无共色吼。无，伊这吼，这嘛是爱佫这白汁爱佫炒过。哦，炒过。炒米坑过，这拢爱炖侪过。哦。这可能即卖人拢唔知啊，嘿，这拢爱佫炒过，嘿。哦。嘿啊。中药学问真多吼，对，好，啊，搁有，来，啊，搁这样，这样，这冬瓜，这冬瓜大家拢捌啦，几丛，这冬瓜，嘿，无嘞，小朋友很慢嘞，哈，这样哦，树木啦啦吼，啊是砖啦吼，啊是讲，啊是讲咱的布丁啦吼，咱的保养品哦，拢总会用到，嘿，拢会用到，嘿，嘿，啊，这功效嘞，这功效哦，冬瓜是补血，补血，嘿，伊有一味学了毒桂汤吼，就是嘿，伊就是蛮补血。咱的一般吼，咱的厝，尤其是咱的查某的吼，一寡女生的妇科的吼，伊这用真济，用真济，因这毛错路呢嘿。哦，行血错路啦，吼。来，看这里，
这千奇，这个千奇，这千奇。嘿，我拄常甲你讲，这正奇，正奇吼，伊较补血。啊，你若北奇吼，北奇是通血、清血。清血。嘿，啊，咱若进补一定爱用正奇。补用这。嘿，对。啊，通血啊。嗯。北奇是。清血通血的人是食这啊，是食北。有糖分的人是爱食北极，特别都慢食这。嘿，它本身嘿，伊较冰嘿，对。你看咱的是全炖起来吼，咱的锅又冰起来，它自然的甜味嘿，对。都不用加，都不用加味素嘿，对。也没有加糖的吼。对。啊，过来，这项。这肉桂。我这都手啊肥嘛吼。这手啊肥，这是正肉桂，正桂皮吼。哦，这肉桂的皮。嘿，这肉桂的皮，你一定爱烤掉，因为伊这关山地吼。伊这个肉桂拢会，有鸟啊吼，孔雀啥会去嗅，啊来放晒里啊，所以这个皮一定爱处理掉。这已经拢处理好啊。这拢家己处理嘿。啊，所以讲吼，这药啊真正吼，嘿，像阮祖先都忘记的，拢知影讲爱安那泡制，嘿，安那处理，嘿，即卖可能较唔捌啊。哦，这个香味就是人迄个做蛋糕啊，有当时啊掺一挂迄个。烟肠。哦，烟肠、腊腊肉拢总爱用到。哦，腊肉。嘿，这拢爱用到，嘿。咱拄只已经甲迄落肉，迄落做三温暖吼，传汤好啊。啊，咱即马就是要来进一步吼，要安怎改？煮做好食的迄落食全大补汤，来，咱即摆就是咱即摆，请酒讲最用的吼，啊，然后这个，若加着酒的，放，搁加放一寡酒，啊，一姜下落，啊，只材料下落，吼，咱都只讲的食茶，茯苓、甘草、白芷，然后白芷。嘿，吼，肉桂，嘿，吼，啊，这是吼，较尾才用，因为这爱滚一时啊，吼。咱要先甲药材，药材先改炼，咱大滚了，再甲准细工。大滚了，甲准细火，熬差不多两个钟头，炒两点钟。哦，哎，药材先爱炼两点钟吼，我习惯是。炼了吼，药诶药材煲起来，咱咧汤吼怎安尼用按时看起，较清较袂安尼啊。哦，免食未食先搁伫遐。嘿啦，啊，安尼无点啊吼，你点啊，咱人咧硬包，咱叽叽咕咕安尼吼，真麻烦。啊，你炼诶时阵，酒着同齐落去炼吓。对。若加着酒诶人，是同齐落去炼。加着酒诶人用全酒，毋加着酒用半酒。半酒。然后吼，你若讲，药材用全酒。若特别好时吼，咱熬快好的时候，特别好时。酒这米酒骨个稀疏啊，上尾啊，上尾也那个稀疏，嘿，伊才会芳味。啊，你记哦，我有拄只，拄只我有放个姜，姜一定爱放个，嘿，姜伊会去寒。哦，伊嘛是药材来对汤。对，嘿。啊，姜是爱啥物姜？姜上好是老姜。哦，袂使用枝姜。无，一定爱老姜才会，伊才会去咱的寒气。嘿，讲啥？哦，就像做话的人爱食老姜，袂使食枝姜。好，来，等下咱电脑等下滚了，等伊滚，吼，两点钟炼好了后，咱才甲药材好起来，啊，鸡肉甲落落，安尼。两点钟了，来，咱来，咱肉嘛甲落落滚啊，啊，安尼爱滚偌久？安尼。这吼，嘿，肉搁落落，爱滚偌久？上好是吼，你大火了，我拢习惯大火了，差半点了，二十分就会使哩。哦，肉搁滚二十分就会使。嘿，啊是讲滚了吼，可以超五分钟全甲浸掉，因为像我这保温，嘿，伊会闷闷啦。一下。肉较袂遐烂。哦。伊较有保留迄个咬劲，嘿，较紧，嘿。甜度。啊，我拢会搁甲淋一个番麦吼，因为阮孙爱食。哦哦，配色嘛，是水啦吼，安尼较水。嘿啊，你看吼。安尼，啊，咱买啊，再搁加迄个黄枣、乌枣，再加落去。对，嘿，这是上买啊，再加红枣甲乌枣落去，安尼就好啊。水就搁愈水啊，吼。安尼，咱来加落落，你看看，安尼，哦，色水落就无同款啊，哦，对不？对。哦，系啊。五颜六色，五行汤。五行汤。哦，嘿。伊万今仔吼。教的这啊吼，大家拢会使学着，学着，把你这份
爱心，用在家庭啊。然后如果哪有不了解的，无要紧，咱吼会使卡电话，学会，然后咱理事长伊就会使甲咱解答，互你做健康的健康的食材，互恁全家伙食了健康，然后健康身体快乐，祝大家平安快乐。谢谢哈，今日希望讲吼，咱这食材吼，大家会当。有起来吼，如果无要紧，若无了解吼，咱是因为有诶伊吼，有诶咱诶伊咩啊吼，王子吼，王子就是伫遮吼，欢迎大家吼，来将来遮讨论吼，也是讲有啥物无清楚诶所在吼，乐意帮你们吼，甲恁回答安尼吼，好啦，今日节目到遮，谢谢吼，感谢各位吼，谢谢，有机会吼，咱再过来学煮菜吼，谢谢，咱拄只吼看迄药材啊。要安怎要去打买，才会买到煮起来像你遐好食的药材。咱我建议讲，大家是尽量当然去咱有实在安全的认证的中药店吼，是讲咱的合格的中药商拢可以，因我相信拢会提供是上好的药材吼，大家来。使用嘿，若讲咱的药材吼用较好诶吼，较贵，若像讲吼，要较俭者，安尼敢好？用较俭诶，用较省诶，卖开遐侪钱啊！这吼，这是无要紧啦，因为像讲即卖足侪小家庭诶吼，就小夫妻两个嘛吼。伊若要食补吼，当然你想我店伊定定人拢听，即卖人拢听听100-150，100-150还是200中间吼，咱嘛是会使提予伊啦吼。即药也是安尼啦吼，你想讲人参吼，因为咱若家己要食，我家己要食，当然我是拢用上好诶。但是你若讲一般民众吼，若讲家吼即个经济较有问题，也是讲我都。我买只补先咯，咱用冬参，用冬参嘛也可以，咱的三钱的冬参用代替咱一钱的蒜嘛，哦，三钱的冬参会使代替一钱的蒜嘛，啊，同款有蒜嘛，迄个补元气的效果。是啊，同款，冬参嘛真好，嘛是真好的补气的药材，嘿。嗯，安尼咱会使买使。用较省的钱，同款达到这个迄落食补的效果。最主要吼，我是强调讲吼，咱若要食补吼，第一就是讲吼，爱持续性啦，吼，唔好讲啊，安尼什么，一年食一届，一年食一届两届，讲正经的迄款的吼，你讲要讲效果偌好吼，真正是，真正是。啊，像讲啊去，想着去迄落。鸡啊，看到人诶，食全大补汤，久久啊才食一届，安尼是效果较无啦吼。对，哈，就是讲咱着平常伫厝诶吼，甲做做汤，安尼来啉，吼，炖肉骨嘛会使嘛吼，都可以，可以，炖肉骨嘛会使嘛吼，咁会使炖鱼啊，会使咧嘛是可以，会使咧吼。哦，你若讲有你讲食素食的人吼，伊嘛用炖豆鸡啦，迄种豆类的食品拢会食起吼。甚至你若讲有人我无想要食遐物件，你怎吼甲怎炖来食，嘛是食。炖起来食。但是当然是炖起来是较好食啦，口感较好。哦，有炖，有炖肉只个。炖肉因为迄肉淀粉，嘿，伊即肉嘛是有迄蛋白质啦。所以就是讲。嘛是建议讲，是搁家己放一寡肉类食材类吼，哦，予伊个口味较好，汤头搁较好，啊，有迄个嘛有迄个甜分呐，啊，伊个本身嘛有迄个甜分，系啊，嘛是爱囡仔介意食，才有迄个效果啦吼，啊，无爱食都，系啊，无爱家己，咱若拢烹一碗乌乌个油个汤予伊，伊可能看到都无爱家己食，啉两羹伊就讲啊，这无好食，我无爱食，系啊。啊！今日感谢迄个理事长百忙中来，搁来甲咱甲咱介绍要安怎互身体较健康诶。吼，咱非常感谢理事长再次莅临嘛感谢迄个各位观众
观看，谢谢你，谢谢，谢谢大家，谢谢。